寂寞流星群，一期一会，今晚有我哋 Q 辣叔。好啦，今晚一期一会咧，喺艾力身边咧，呢一队乐队咧，其实上次啦，同佢哋倾过偈啦，即系大家叫简单地认识咗佢哋，即系本身点样组成啦，咁多年嘅时间啦，一路一路咁样行到嚟今时今日。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再认识佢哋多少少咧，我谂令更加多嘅朋友认识咧，我谂都要多得内地一个歌唱节目啦，就呢个中国好声音啦，里面有 Rocky 啦，你嘅主音啦，咁就系啦，今日非常齐人嘅五个齐晒喺度，嗱。咁不如即系先讲下啦，即系其实今次呢一个节目令到大家喺网上面咁疯传啦，成啊，对于你哋自己 Q 辣叔嚟讲，系咪都叫做系个几大嘅帮助咧？起码叫多啲朋友认识到你哋啊嘛，系咪啊？都有好多人，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话啊，以前未听过 Q 辣叔，不过睇完呢段片咧，我揾佢哋自己啲歌嚟听都几好听喎。即系呢个系意外收获嚟嘅。系啊。之前啊，不如咁啊，我哋由点解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开始讲一讲起啊。哇，其实佢第一季嘅时候咧，我已经有睇噶啦。系。咁嗰阵时我就已经心谂，唉，几时我可以有咁劲啊？系。几时我可以同呢啲人同 level 啊？叫做。系。跟住去到第二季嗰个时候咧，我哋咁啱就 China Tour 啊。嗯。咁我去紧北京嗰程高铁嘅时候，收到佢哋 email 邀请话。因為喺網上面聽到我哋啲歌，咁想睇下叫我寄啲 demo 俾佢試下咁，我梗係好開心啦。咁最後咧，經過咗一番波折，我都只係有上到台嘅。係，不過舊年係一個導師都冇轉身嘅。哦，係啊，即係你今次第二次參加㗎啦。冇錯，咁其實因為佢冇轉身咧，所以其實我有啲在意嘅。咁我呢年咧係有又再下多啲苦功啦。係，咁今年又再去嘅時候咧，我明顯我感覺到我知道自己。是進步了的、所以現在有這樣的結果我都挺開心。喂，勾起大家的回憶先，上次去是唱什麼歌的？你是我上次唱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不過呢因為沒有轉身的那些他沒有播、所以沒有看到的、今次很成功地四位老師都因為你的月半小夜曲而轉身了、你認為即今次檢討和上一次比最大的進步在哪裡呢？最大的進步就是我真的在想一首歌，我想我咁样唱讲乜嘢啦？系旧年咧，我就系喺度谂呢一段我要做个咩效果？呢、一段我要出一招乜嘢咁样？但系今年咧，嗱，虽然网上面有好多人话我咁样改首月半小夜曲，有啲唔啱佢嘅内容、因为人哋系首失恋歌咁、但系其实咧，我真系唱嘅时候加埋个编曲咧，我系谂系嗰个。牵挂渴求、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你的理想的渴求的、即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生活为了、责任然后我们会放低了我们的理想但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存在是为 为了这个理想的、所以是我所以唱得行了少少嘅，系其实，所以其实我唔系讲紧爱情啊，唱呢首歌。咁但今次啦，即系而家成条片啦喺网络上面咁样疯传发嘅时候，又怕唔怕会招嚟好多？即系你知啦，有赞一定会有弹嘅，压力会唔会增加好多呢？其实不嬲都好多弹噶啦，因为其实 Q 辣叔我谂我哋嘅歌可能旋律性强啲啊，有多人会话我哋妥协啊咁、但其实我哋自己中意听呢啲，咁所以我哋先作呢啲，咁所以不嬲都有啲人话我哋呢方面啦、咁因为呢个节目，我以为会俾人闹到傻啦，因为改编首咁经典嘅作品，同埋上一个大陆嘅节目，今日冇乜事、算好、系啊，同埋有时即系我见到有人会出嚟会话，哇，其实香港人真系几唔撑香港人嘅，系嘛？即系你唔好理个性质系点，系嘛？改首歌唱成点？总言之，而家有一个自己人去到外面嘅地方，有认同我哋自己反而唔撑，仲要闹咁样，即系有人提出呢啲论点，我都觉得。好欣慰噶啦，咁即变咗而家成件事都应该比你预期中仲好啲添。好啲，不过其实呢啲就即系你对我自己嚟讲咧，呢啲全部都系副产品嚟嘅。我真系去比赛嘅，系因为我好中意唱歌，我又好中意
我好中意鬥嘅，由細到大都。咁而家有一個咁嘅地方，有好多唱歌好叻嘅人嚟同我一齊鬥喎。我淨係想去鬥嘅啫，其實。喂，咁但係嚟緊啦，即係比賽條路仲好長啦，而家啱啱開始咗啦。有冇機會可以帶埋成班兄弟、成隊 band、Killer Show 咁一齊上去個舞台上面，俾全國嘅觀眾去睇下咧？我諗比賽就難啲，因為個賽制容唔容許咁樣㗎？唔容許啊！我問咗佢啦，佢連我自己歌都唔俾我玩。哦，係啊。不過我希望因為呢、這個。比賽而衍生出嚟周邊嘅演出，可以成隊 Killer Show 上同埋玩我哋自己嘅歌咯。係，喂，其實而家咧會唔會多咗啲即係人啦，即係揾你出 show 嘅時候咧，會除咗即係聽你自己歌之外，指定我想聽多首月半小夜曲咁樣，會唔會嘅咧？我諗都應該會，應該會嘅啦喎，開始。不過我諗我哋。OK 嘅，係因為嗰首月半小夜曲咧，我最初頭嗰個朗係我整嘅，咁後來我都俾阿文幫我彈翻啲吉他。其實我覺得首歌都幾 Q 拉叔嘅，係啊，即係唔係同我哋平時玩開嘅 style 完全差好遠，所以我覺得喺我哋嘅 show 度玩都 OK 嘅。其實會唔會藉住而家呢個勢啦，即係成隊 band 不如自己，無論係拍片好啊、出 show 成啊，玩多啲 cover 嘅歌呢？咁又唔係幾想，終於翻 Killer Show 自己，唔使太刻意。我諗大家都係聽到佢就月半小夜曲為主，亦都唔使玩太多其他嘅化。喂，但係唔會吸引嘅咩？即係見到即係突然之間翻唱翻首前輩嘅歌，個迴響會大到咁樣。即係我諗有好多今次喺面書啊上面 forward 嘅朋友。應該本身睇佢年齡層啦，唔係你哋嘅 fans group 嚟噶嘛，係啊，係啊，即係有啲甚至乎啊，我話俾你知，我第一次睇呢條片啊，係我阿媽話俾我知，係啊，但我點睇我阿媽都唔會係本身係 Killer Show 嘅 fans 嚟噶嘛，係即係你會吸納到新嘅呢班樂迷啊。哦，我冇諗住要咁做嘅，係呢首歌我幾歲嘅時候都有唱過噶啦，係啊，你而家叫我唱，跟住有好多人話喂。李克勤是不是这唱我唱到我就是李克勤啦。那我当然用我擅长的方式去唱。是。但是之前我看评判就说其实过去那几年的比赛里面都没有见过参赛者用广东歌来参赛的。为什么今次会我不知道这份是叫執着定是什么、就是、对广东歌的執着还是是你自己、突然之间兴起不如就这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覺得我唱國語咧，上到去應該就唔夠佢哋好聽。咁我有我最擅長嘅母語，而其實我諗喺大陸嚟講咧，依家你香港嘅我哋最強盛嘅廣東歌嗰個年華咧，佢哋都仲好向往啊。即係我同啲年青人講傾偈啊，咁啦，其他啲選手，佢哋都會覺得唱廣東歌咧係一件好洋氣嘅事啊，洋即係得意洋洋嘅洋，即係好似好西方咁嘅感覺，佢哋覺得咁，所以都有優勢嘅。即係值得大家大大聲咁樣繼續宣揚翻廣東歌啦。有啲網上面嘅評論係話：哇，原來廣東歌幾好聽啊！我要揾多啲嚟聽啊！有啲就會話令我想翻起我細個好中意聽廣東歌嘅年代啊！有啲人就話我要去學粵語啊，因為你呢首歌咁。咁我亦都收到好多網上面嘅人咧，係自己用個電話錄佢唱嗰首粵半小夜曲嚟俾我聽咁咯。係啊，其實開心嘅，即係無論係即係今次你啦參加好聲音呢個比賽啦，還是之前其他唔同嘅歌唱比賽節目，見到好多真係新一代啦，香港新一代歌手啦，可以將廣東歌帶到去全國13亿人都睇到嘅時候咧，喂，真係靠你哋噶啦，係啊，即係 Eason 都攰啦，即係嚟緊靠你哋幫我哋傳揚廣東歌出去噶啦，真係要。我都希望係咁。係，嗱，不如咁呢一部分我哋傾住到呢一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Killer Show 傾下你哋嘅新歌啦，好嘛？好。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
明月半天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现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